老公，这是我家婆婆吃啊。嗯，这呢叫栗子，栗子里就有个典故，叫一骑红尘妃子笑。什么意思啊？讲的就是那古时候的皇帝啊，问逗他的老婆开心了，就让大臣快马加鞭的跑回这个栗子里，形容他好奇。是好奇。都得位是吧？呀，我说了，这是从我啊去的，栗子。嗯，你要去也可以。我搞事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接一个八叔的手出来。我来一个。好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嗯，下次还买它哈。七万啦！嗯，你有我拿这里干嘛呢？打扫卫生呢。嗯，这边来看《还珠格格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